动幽闭的空间，伸手不禁承受压力，各就各事，精神紧缩。什么？继续红袖，飘起，但又回到原点，叫地道之势，因为若通往圣元地，机会。喂，你想怎？胡腾，难道是胸口感染？怎样一回事？不应去，咱必须尽快离开，只有强行开路。别无他地，我乔方林将其救回，强行开路，必以翰林之手，定是金城更替，魂毫不凶。楚林将其不相知，一个特动特动死路，卖讲鸡汤，那个死不出来，咱干那腰都腰死路，不可灰心，继续强吧。要无其他的方法了，只有强。帮我偷税行数，不敌时间，不变空间，我来我叮当的脚步，一如雷心，我来我强烈的作梦。顶物，以他吸足雄鹰，咱必须赶紧向前强，提高胜率也一定注意。因众人是怎样？为何唔强？唔是我唔强啊，只是我强不了。人的声音，咱有救了！我乔方林，你快伸声音一关吧！也是，夏红勇，请您暂时进来。对，我乔方林伸着声音，急急急急。我接近源头，心思我就变换。地，是地。怪异，原始林内怪异不平，出变质的变换，究竟是人为还是？欲知精彩结果，请继续做看我们的多的戏。霹雳红条之龙翔声音第九集，原始的声音。